爸，我回来了。什么迷人？爸，我回来了。看起来迷人在家哦，这时候要进行我的计划了。钱呢？平时老爸把钱放在这里，怎么会没了？真是气死我了！啊，下雨，整天都下雨，下雨就没有收入，就没有钱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孩子，爸爸回来了，你在哪里啊？爸，你回来了。是啊。你做梦累不累？我去煮面给你吃。哎，今天好像不同啊，为什么这样关心起爸爸来呢？爸，你有所不知，最近哦 ，iPhone 打报纸打 iPhone 发有广告哦，它很先进呢。是吗？你真的这样好用吗？爸，当然好用啊。可是姐，你还是在读书中，何必要用这样就贵的电话呢？爸爸才用很便宜的电话罢了呢。爸，你有所不知，我的朋友哦，个个用 iPod、iPad， 而我呢，只是用这3310啊。爸爸累了，不跟你再讲了。好，我要进去休息了。爸，你不了解我。唉，孩子真的不懂事，老子都没有钱了，又没有工作，哪里找钱来呢？屋主水电费都还没有付完呢，怎么办呢？我的户口只欠500就能买 iPhone， 不行，我现在就要。爸，爸，现在哦，我只需要多500就能买 iPhone 了。姐，你应该谅解爸爸，爸爸的经济情况最近是怎样，你是应该很明白吗？那你平时的储蓄呢？都没有工作，都没有收入，那你有找储蓄来呢？爸，我现在就要500来买 iPhone。对，500虽然不是很大的数目，可是对于我来讲，没有收入，我来找500来给你呢。我不理，我现在就要500。我说没有就没有，就怎样呢？我不理，我不管你去偷也好，去抢也好，我现在就要。你是小孩子应该的这样的态度吗？为了你的欲望，叫了爸爸老子去偷去抢，真的气死我了。老爸，我从小到大你没有打过我，你竟然为了500而打我，你不配做我老爸。你走，你滚啊！我不要看到你，你这个不孝子。你说了，我滚给你看。孩子真的是没有用。现代年轻人，个个都用智能手机，为何我只是用着3310啊？唉。好，好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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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我要多500，老爸又不能给啊！现在我只是用这3310啊！哎，别为这种小事操心，我也经历过不少。我看你今天遇到我，你不用操心。真的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认识魏老大，只要你跟他找车，到时要什么就什么，不用再看你老爸脸色。你老爸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我带你去见他时，你不就知道喽？那好吧，那我去见吧。嗯，有件事，来走。好。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，现在做陪定要硬要伪，什么时代了还给我呆头呆脑？三金那边都会上网卖药，你们这帮饭桶还不跟我去鞋店了update一下？滚！给我滚！饭桶，每个都是饭桶。哎，华哥。啊，什么事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
这个是我的老朋友，最近手头很紧，需要点钱，看看华哥你能不能帮帮他，让他跟你找车。什么名字？阿杰。会上网吗？我会上网。会用电脑吗？我也会。那你知道我们做什么的吗？那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做大茶饭的。大茶饭可以吃的吗？我们是捞偏的，赚大钱。黑社会？什么黑社会？我们是专业人士，赚钱比人家快，比人家多。什么？滚啦！什么什么？钱你要不要？可是我怕啊。你还怕什么？还不给这个华哥看着。哦，谢谢华哥。那么以后上网订货就你负责。阿水啊，华哥，明天你有话来，你带他去见识一下啊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啊。我们处理。OK， 慢走。华哥慢走。那个花哥说是什么不玩的？什么没有见识？滚啦！我们老大还基本的。除此之外哦，我们老大就问了马字、万字等等等等等，一条龙不专业的。那什么是贴粉呢？所以说你没有见识。看，看到吗？这个就是贴粉，大家打电话来开心的。赚钱哦，很快的，滚啦！这个是犯法东西来的，犯法的人。我们老大黑白两道吃得开，老大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你当然看到我老大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还见识不到呢？不错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前一个一样，也是很穷的，不然我就跟到这个老大。你过来看看你朋友，我现在多风光，看起来真行哦。滚啦！你刚不讲你一个什么电话？331啊，哪里？这种电话，这种电话，不要讲啦！有的是哦，不要这样紧张，你不是很想加新的电话没？来，马奇勇，哇！看起来赚钱是很容易哦。当然啦，只要你跟我一起找车，到时候你不要说一家电话，你要买辆车可以啊。有啊。不，实在太好了，那你要把握。放心，我介绍到你来这行，肯定保你了。那我会尽力去做。啊，尽力去做，当然对得起自己吗？不要睡给老婆看。我不要睡给我老婆看。很好，有志气，这样才是我认识的阿杰。我看你现在这造型不太行，走，我带你去包装包装。那好吧。找了几个月就找不到他。朋友朋友，你看到我的孩子吗？他已经失踪了好多天了。麻烦你，这是我的电话，想要你消息，麻烦你通知我，谢谢你啊。朋友朋友，你看到我的孩子没有？我已经失踪好多天了。帮帮忙哦！朋友，有看到吗？我这个孩子啊！真的不错哦，还不错啊。还有点时间，我教你家用贴粉。好的。哎，那不是姐吗？哎，姐，这个是你，爸爸找你好苦啊，你去了哪里？来，不赶快回去，来走。
回去哪里？回家吗？来，花这500块先买一罐奶酒，我们回吧。500块是小数目，我先给你1000块 ，OK？ 你给我滚！堂哥，那是谁？我老大，是我的厂，居然在那边搞事！老大，帮帮忙，可怜我，放了我孩子吧，我才小呢。白痴啊！在那尿尿，三天没有做啊！快还，把太太出去！你要抬出去了，怎么样？我现在帮你，知道吗？抬去你老大，老爸当初就是他当年出来的嘞，你忘记了吗？是的，我跟你讲，像我们这个，把我的东西拎摇动了，把我看不起的，我这个小太空给删开了，哎，好，走出来。兵好像快这里的生活不是一般的过，难给你过啊，但我也好好的过得去的。都是爸爸的错。假如当天爸爸没有这样冲动赶你出去，你就不会到了这个地步了。爸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当初想快点发达，结果遇上了损友，才走了这条路啊。不，孩子，你放心，爸爸会等你出来，我们等你一起来团聚了。爸，我会在这里等你的。天下父母心，天下父母心，在座各位为人父母者，有哪一位不期望自己的孩子有好的前途、好的生活呢？在我们的节目里带出了某种信息，引起了我们做父母的去关注，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走上仕途呢？究竟是社会风气的影响呢，还是沟通上、年龄代沟上的问题呢？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去探讨。在这个追求公与利的社会，资讯发达、全球化的影响下，我们的孩子所接受到的信息都足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习惯、行为态度，也带来巨大的冲击。所以我们作为父母者应该付出更多的爱心、耐心关心他们，引导他们有一个将好、有一个永远将来的永远一个将来好的将来。我们作为现代父母者真的不容易，不简单啊。现代的孩子大多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，为了达到目的甚至走上了歪路。而我们身为孩子，是否应该知道自己的本身经济能力？我们是应该要能分辨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呢？除此之外，我们身为孩子与父母缺乏沟通，这样父母如何了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父母对我们有养育之恩，我们要多关心我们的父母，来表达父母对我们的爱。在此我要借用这个舞台机会对我的父母说声一句话，也是在场这么多位的孩子要对父母说的一句话，那就是：爸妈，我爱你们，我爱你们啊！掌声谢谢新剧组的精彩演出，刘家山同学、韩红杰同学、刘
刘振豪同学，林俊雄同学，哇，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哇，好精彩，好感人的父子情。不管子女犯下什么滔天大罪，父亲和家庭永远是我们的避风港。